专业代吃。嗯，投行。你咋不自己吃呢？我就中间商赚赚差价，这些哪能让我亲自吃啊？饭团、蛋包饭、煲仔饭、芝士焗饭，你当我饭桶呢？你不就是专业干饭人吗？英雄不问出处，美女干饭不问金属，请您确认订单，我立马赶精光。好。干饭人吃饭得用门，干饭人有精神，吃饱了都进不去门。干饭人胃口大，一张大嘴吃天下。干饭人爱犯困，一到饭点就精神。要问干饭哪家强，你我皆是干饭王。走，干饭去。吃完了，我也支付了。哎，同样是代吃，为啥你这么有钱呢？因为我吃的是软饭啊。走啦，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不努力真的很。